康宁 Wellness Spa 将 Organic 有机纯天然非化学合成无添加纯正纯净的护肤新概念深入研究，并努力提倡回归自然和环保。简单来说，有机护肤即是一种尊重自然环境、追求安全单纯的护肤概念。有机护肤产品不仅蕴含丰富的有机成分，更意味着这些成分来自哪一片土壤，是如何被耕种出来的，又是如何被制成护肤品的。当看透了科技带来的千变万化，在环保成为时尚的今天，康宁也成为了有机护肤的倡导者之一。 Wellness Spa 吸取了大自然最纯净的有机成分，特有的纯植物舒缓配方，包含丰富的有机大麦苗、芦荟、金盏花、洋甘菊、鳄梨、小黄瓜、玫瑰等萃取液，深层滋养肌肤，让疲惫的身心重新定位，为肌肤带来如沐春风般的新感受。纯净有机泡沫洁面乳，质地温和轻盈，有助于免除自由基，唤醒肌肤青春活力，并提供天然的保湿滋润。纯净清新有机爽肤水，深层净化毛孔，有效舒缓镇静，并给予肌肤平衡调理及保湿紧致。纯净焕彩有机润肤乳，丰富的天然有机精华，提供肌肤最佳的滋养及修护，有效抗氧化，并有助于减缓衰老，促进肌肤再生。 Wellness Spa 的出现将完全满足您对健康美丽的狂热追求，它不仅是一种新的护肤趋势，也与时下流行的乐活理念十分吻合。当有机护肤品有效提升肌肤自身机能和促进皮肤自身修复更新的同时，更需要配合遵循皮肤天然节律的护肤手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使皮肤变得更加美丽健康。对康宁而言，环保、有机和发展健康产业是三大不可分离的事业重心。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升，每个人都开始为社会和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自然生态被几个世纪的过度开发，带给了人类舒适便利的现代化生活，也让人类付出了健康的代价。许多人工合成香料、色素、防腐剂导致严重的过敏症状。 Wellness Spa 不但性能安全、健康零污染，同时以一种全营养、全方位的调理方式来促进肌肤的健康，并且在精神美容学上使用了香薰舒压，这远远超越了人工化学合成的功效。天然有机护肤品的出现，让注重健康美丽的我们将对于各种生化科技护肤品的关注转移到更具健康环保价值的有机护肤品身上，而且有机护肤品的理念更加适合现代人对于美丽、自然、乐活、健康、环保与品质的需求。近年来，回归自然、回归有机的健康保养趋势正如一场绿色革命席卷全球。当今各行各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经济下滑的冲击，我们康宁公司想要在这样竞争的市场中占有稳固的一席之地，就必须创造高品质、高技术含量并对人类健康有益的产品。更值得一提的是，康宁 Wellness Spa 的有机护肤品以优秀的品质荣获了多个权威机构的国际有机认证。 USDA 是根据美国国家有机商品标准联合美国农业部审核颁发的有机认证。其次， Wellness Spa 以纯正的品质获得澳洲 OFC 的认证。OFC 是经澳洲政府认可，受澳洲国家检验局管辖的独立天然有机产品认证机构。它
开严格的检测标准，确保了产品的营养成分天然纯正，无毒无污染，绝不危害人类的健康，还有益于环境的保护。 ACO 是澳洲最有公信力且最具权威的有机认证机构，它拥有近乎苛刻的产品质量标准和生产商监控系统，以确保有机认证的产品拥有稳定的品质。由于其完全独立与公正的特性，在澳洲和全球成为消费者最信赖的有机认证品质标志。 Australia Made 是澳洲制造注册标志，这是告知消费者 Wellness Spa 不仅原料100%来自于澳洲，而且生产过程和原产地都来自澳洲。有了这些专业机构的鉴定及有机护肤品本身的高品质，让我们的身心健康融入大自然的万能力量，美好的绿色生活变得不再近乎于神话。这亦是康宁有机产品拥有众多忠实客户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带着对健康、美丽、环保的共同信念，通过了解 Wellness Spa 有机护肤的乐活美丽方程式，体验大自然给我们的绿色生活新时尚。因为选择健康的食物，使用健康的产品，培养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赢得更加健康的美丽人生。